导演哦，来，我会一直是我的赛，然后因为生年不是都会倒着写嘛，所以我用反的意思来变成倒的意思，那就是希望的望，所以希望倒过来就是希望可以倒，就是你所希望的事情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。就是我们今年那个夏天会上一部，因为我最近导演电影，那因为那个电影有点问题，所以说会复苏，复苏终于有这种特别的集数，就是也希望那些年轻朋友看，对，可以看到这部电影，所以希望不要真的限制。就是跟现在很多人一样，就希望新的一年就是有工作，有好的工作的，就这样。你有工作吗？希望今年可以有好的明年。了解我吗？对，来拿筷子这边，这边拿来看一下视线的左手边。好，左边。好，右手边。一个人还有那个陷入爱河的。在后面，感觉每个人都还有身具，对，每个人都在工作岗位上面都有自己的发挥，我觉得这是最开心的。那当然希望明年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。嗯、那我自己也是今年会有一些很好的计划，陆续会跟大家宣布。嗯，而且刚刚说陷入爱情，好像少说了九把刀。九把刀它是稳定发展中啊，对啊，感情上有要进一步了吗？就是希望那个电影可以很顺利。嗯，我才是卑微。嗯，第一时间我特别想要关心的，也蛮惊讶，我问一下啦。对，但是就很乌龙吧，因为就我以身边的人看是不太可能了，我觉得啦。对。不可能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互动太像朋友了。我们所有人的互动呢，太像朋友，没有一起出去过几次，就都很像朋友，对。而且他妈妈都在，所以就不太可能。他妹妹、妈妈、姐姐有时候三个都在，对，所以就我觉得不是，对。跟妈妈是换发型了，就是是不是有什么新的作品要出来了？嗯，现在应该还没有那么确定的可以跟大家说，但是就是我觉得这是我的2017年的新气象，就是把头发剪了。看有没有新的角色、新的尝试，然后跟新的团队工作。现在就是看自己可不可以挑战，怎么在这么头发剪的情况之下，还让大家觉得不要这么帅，应该就是新的角色的挑战吧。我想，没有那个，就是上次就是因为我们工作都很常在一起嘛，所以其实就是在尾牙的时候碰到，就是觉得就是一年的就是一个一整年这样子，所以就是一个点这样子，然后就写了这个这样子。所以今年会带他回家吃饭？今年他好像要回高雄吧？其实我不知道他家在高雄，我抱了一个东西。好，谢谢。彩姐有讲说你今年最入爱的。去年呢？哦，去年觉得最入爱的。彩姐。很强哎。啊，今年有新的吗？什么？为什么是今年？没有，就是他都没有直接公开讲过啊。你帮他承认？对啊，帮他承认一下。没有，彩姐是说我跟我的工作陷入爱河。对，就是因为我刚刚就想到我的爱。很会想。而且是高雄。我啦，高雄爱河。对，就是高雄的爱河。对，高雄的爱河。所以你怎么那么了解他今年要回高雄？我们是朋友啊，我们会聊天。哎，这是你自己讲的，我没有陷害你。新房子装潢好了，所以我觉得去，还真的是会去高雄。我们就全家去高雄过年这样子。对。所以会带一个朋友去吗？所以要去爱河。就是看我弟的新房子啊，对，然后接下来就是，对啊，就是让我弟招待去玩高雄这样。那今年没有除了工作以外的计划、人生大事之类的？我其实我最近迷上露营啊，我几乎每个礼拜就是没有事我就跑去露